活动现场安排各种 AI 健康科技竞技游戏，让长辈和小朋友一起比赛，活络筋骨，动动脑筋，大小宝贝都很开心。哎，真好耍，真好耍嘿，精神真好嘿。什么？你会感觉真好耍？啊，就感觉手脚很灵活，很爽。很爽。为什么很爽？因为很好玩。真的、哦，好棒啊！可以跟这些长、跟这些阿公阿嬷比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跟他那个什么了，玩游戏。对。你觉得开心吗？跟阿公阿嬷？开心。在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协助下，七堵区独北里办公处获得卫福部补助，据点创新方案特地办理大小宝贝携手共进 AI 智能游戏竞技活动，借由小朋友和长辈在 AI 科技游戏中的比赛，导入日常课程，强化长辈健康，展现在地健康促进推广健康热龄的目标。七堵区选出准基隆市议员曾宜芳也亲自到现场参加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让他高票当选议员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小弟这边哦，选举哦选无条，哦，所以这个大型的活动哦，可能是小弟在任哦最后一摆这个活动哦，啊，希望后加迄个李长来接，我伊若阁配合。还阁继续过来听，吼、哦！啊，小弟恭祝咱在座咱这兄弟时代，大家吼，多谢你，阖家平安，大家团结起。在娇鸾还有我们社工团队的一个协力之下，你看我们啊，有本事去中央拿到一笔大的预算，然后我们导入所有 AI 科技的一些器材跟设备，不断的在透过课程，让你们的健康越来越活跃。而且可以延缓这些长辈的失能的一些状况，所以你很久垮掉来家大哥大姐身体都是不是好棒棒啊？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好，所以要给健康的身体一个赞就对了哈。那我们非常谢谢林俊德林里长哈，一直以来对我们这个独北里的一个贡献跟付出，我想要借一下你们的双手。没有林俊德里长的话，我们大概没有今天的这个关怀据点。这边借一下你们的双手，谢谢我们林俊德里长。好的，小弟就。包括来自七堵区独北里、中山区中山里等里办公处以及社区发展协会等长辈们，也在现场打鼓、载歌、载舞，展现乐龄学习，促进成果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